近日 ，Elle 公开了金泫雅为其拍摄的九月刊画报。公开的画报中，泫雅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与时尚感。在采访中，泫雅表示，舞台越是了解就越有难度，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。但是我认为最耀眼的地方，还有我最想到的地方，除了舞台之外，别无其他。被问到自己站在舞台上的原动力时，泫雅说，给予我信任和支持的粉丝是我的动力。如果我难受，粉丝们会比我更难受，所以我要进行身体管理。即使年纪上涨，也希望和粉丝们保持最初的联系。加油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